Ayo semuanya. Ada update baru apa nih di Vivanya? Jal, ayo masuk. Mereka udah kembali. Kau dan playermu harus kita kumpulkan.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 FIFA， 我要活下去。如果没有订阅拿铁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好的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，僵尸围城 2.0 呢，台服上架了，对，终于可以玩了。不过慢了印尼服大概三天左右吧，因为印尼服是26号就开放了，然后台服是29号开放。它开放时的时间是到5月13号、这期间大家都可以玩僵尸围城 2.0。那我稍微看一下官方粉专，很特别的是，我昨天玩印尼服嘛，我大概是晚上八点开直播，官方在八点多就发了贴文，所以官方有偷偷看我直播啊，看哎拿铁怎么在玩僵尸围城，然后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感觉上官方很快就发了一个贴文说僵尸围城 2.0 要出了，然后那时候我正在玩，对，那时候我正在玩印尼服，印尼服其实是4月26号就已经出了。然后之前我没有发现，然后有玩家留言我才发现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呢，我发现就是官方粉丝团很多玩家是不知道，哎，僵尸围城 2.0 连体验服可能资讯都没有发漏啊，就是他们没有在看 YouTube， 没有在看频道，没有在看任何实况组分享有这个新模式，所以他们大家都很震惊啊。然后我看的留言数非常多啊，然后大致上大家都还蛮期待这个模式推出的。然后台服的话呢，我相信应该这一波假日应该会大家疯狂玩僵尸围城啊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要分享一下《僵尸围城 2.0 的攻略给大家。首先，先跟大家讲一下《僵尸围城 2.0 的部分呢，它就是经典模式，然后全部增加了僵尸，然后会有僵尸网啊，然后一些小僵尸，然后僵尸是可以打死的。你刚降落就会有一把武士刀了，武士刀会在身上，所以你刚降落如果遇到敌人，你不要急着去捡枪，你用武士刀直接砍他的头，他就直接死了。然后这是最快的方法。再来就是呢，僵尸王的部分呢，我这边有实测一下，如果你要砍他，最好是拿武士刀去砍他的头或镰刀，伤害是最高的。然后如果你蹲下砍的话呢，就会很容易被弄死。偶尔测试蹲下砍，他会不会就打不到我了？没有，蹲下砍我就直接死掉了。然后再来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僵尸围城 2.0 的部分，它是没有技能的，它技能是宠物技能，你可以自己选，其他技能是不会配置的。然后枪支土属性我不知道有没有算进去，应该是有嘛，因为我看有涂装，如果没有涂装应该涂装会拿掉，所以枪支涂装应该是有的。然后搭上这个模式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玩生存啊，去玩砍僵尸，然后遇到枪点跟敌人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打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大厅界面的部分有调整啊，就是有增加那个国外的职业战队的徽章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玩吧。我来分享一下如何在一开始就拿到神武啊，最强兵器 N79 也算是玩家里面大家最害怕的武器之一啊，应该是说决胜你最怕遇到流炮吧，因为如果流炮炸得好你就直接死，就是流炮炸得好你直接死。好，我今天先选一个技能，爆破艺术，因为我们要玩 N79， 然后应该是可以拿得到啦。等一下我们飞的话要飞这个地方，飞机场这里，这边会有那个 boss， 然后 boss 的话就是拿比较大的刀啊，然后他会使用技能，然后这招小心哦，他砍刀还是很痛的哦，然后再来就是他的绝招，中一次就直接死掉了。我们先看有没有敌人跟踪我们，如果能跟踪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拿武士刀砍他。来哦，降落看盾，直接拿079啊，这要看一点运气，因为他有随机出，不过目前我测试是打 boss 比较高几率拿079。然后有机会出手冲是其他小僵尸吧，好像有看过。我们先飞屋顶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很厉害杀僵尸很好用的东西，镰刀如果可以拿到的话，杀僵尸超快，两刀我记得那只 boss 就直接死了。先捡把武器 ，make 死。僵尸的话就砍头就对了，砍头会直接死，然后爆炸僵尸你不用特别砍他，自己自爆会死掉。可是你砍死他的话比较好，所以拿到喷火器了，这个火焰喷射器，哦，这把就是其中一把杀僵尸神器。
没有连招。他这模式武器还蛮多 ，NGL 140也会有，随机出，可是出的几率不高。这边应该会有一只僵尸王，你找一下。哎、欸，有这边，直接砍他，直接烧他，直接烧他，烧他比较快。这个喷火器啊，烧他真的是超舒服的。哎、欸，还有一只，尽量准心拉高，因为很容易去贴那个身体哦。OK， 一把，哎、欸，怎么，哎、欸，我怎么在损血？有人在偷打我，等一下，先走，先走，有敌人。这个模式有趣，就是玩家随时会出现。他还打我凝胶、欸，哎、欸，他还打我凝胶，还打僵尸哦。哎，僵尸过来了，烦了。这个模式要小心僵尸，僵尸很烦，决胜遇到僵尸也是很烦。哎，可恶，没死，差一发吧，要跑掉啊。等我要先看有没有靠 N79。这个玩家可能会绕过来啊，要小心，他现在吐血，他被我打到惨了，他跑掉了吧。你先加凝胶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有 N79， 有没有看到？降落直接一把神武，号称 FIFA 史上玩家最讨厌的武器之一，因为你决胜遇到他，你还没看到敌人拿什么枪，你就发现你被炸死了。这就是 N79 可怕，你加凝胶，他在你旁边，你直接死。他这样炸歪了，你还损多血。只是说现在伤害有降低啊，所以这模式你们记得，如果有出现艾瓦洛，他技能是随机出的，所以你尽量选艾瓦洛的技能，那爆破伤害会增加，范围会增加，拿N79就很好用了。我这场稳了啦，太好了。然后他这个地图还有其他地方有那个 BOSS 啊，然后基本上是固定的，我测了几场都是固定的，就是 BOSS 的位置差不多都是固定的。所以我建议你们，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跳的话，你们可以跳这边来拿。然后其他区域也有 BOSS， 可以让你去哦、有机会拿到流炮哦，流炮拿到基本上稳稳的、啊，你遇到任何敌人就直接炸死他就好了。没有奇二，这把就是我觉得公认最强的武器了，因为这是敌人凝胶架的好，你还是可以用那个流炮去炸死他，除非要把自己包围起来再丢颗巴拉，还可以再见。我要去买一个三级包。哇，玩家死好快啊！剩12个，剩一半。这模式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玩啊，慢慢享受。OK， 我三级包了。接下来我们找一台车。僵尸模式不开车撞僵尸就不对了。哦，爆破艺术，选这个就对了。拿你到 N79 啊，然后要小心其他玩家也可能有 N79， 这时候就要拼谁比较准了，谁先炸谁。拉扯模式玩家死很快，他们都可能直接交战吧，我是没遇到人啊。刚一开场遇到一个，他应该是往那个中塔方向走。我先找一台车，蓝卡，好吧，我是想要开跑车啦。这模式好像没有怪卡，我目前没有看到怪卡，不知道是没遇到还是说没有出。好，有开过怪卡跟我讲一下。我知道以前有怪卡、啊，现在好像没有，而且以前是夜间模式，现在是天亮的僵尸。就我觉得僵尸模式可以改个地图啊，改一个城市一点的地图，选一个这个好了，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两个升起来。我们现在往这个中塔方向走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是普包，看错了，普包走三个而已，普包可以多拿一点。我们去找跑车，哎、欸，有枪点，有枪点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来打僵尸吗？我看到人，哎、欸，可恶！我很少拿 SVD， 有点不太习惯，射速感觉有点慢。平常习惯拿射速快的，你直接过去撞他，出来啊，兄弟！哎、欸，我们用流炮炸他，这个是很好炸。哎呦，他有流炮！嗨！不好意思啊，看谁比较准啊。他有流炮欸。哦，他是手冲啦，他是手冲啦，吓死我了。他拿手冲要炸我的汽车哦。哎呦，谢谢赞，谢谢赞，真是有够帅。走走走走走，收掉一个，还剩六个敌人。我们现在就是看到一个敌人炸一个啊，打一个炸一个。
路上的僵尸你撞死之后会有那个经验值，下面紫色那个就经验值啊。等级我记得最高到十等吧，我现在是等级五，总共可以升十段。然后十段的话就是你可以选四个技能，然后只是技能我通常都会看啊，有些技能我觉得没有很实用就不用了，就不装。啊，没有跑车哦，我要跑车啊！现在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玩法就是呢，一路撞僵尸，撞经验值，然后再我们就是呢，找敌人，只要能开枪打我的车，我们就下来流炮解决。这是我现在的策略，因为玩家根本不知道我有流炮，这才好玩。他们有一些玩家应该如果玩很多场应该知道流炮，如果没玩过应该不知道流炮，就会觉得这个游戏世界还蛮善良的。不，我们都是邪恶的流炮派。好，欢迎流炮派打加一，今天就是教你降落如何拿到流炮啊，快速拿到流炮，我们就开始杀一波了。只是走都没有跑车啊。这可以撞过去，哇！治愈僵尸模式就治愈，我觉得这可以永久开。以后经典模式都有僵尸，哈哈。经典模式真的玩得很腻啊，还会在打那么多次传奇，大家不腻吗？又可以升了，我看一下，升这个吧。我没有看到别的可以升，别的比较想用的。没有敌人哦，为什么都没有要打我？我开车那么明显。那么狼，车好慢哦！你们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跑车？观战还在，他们不会觉得无聊？我找不到车啊！这边有台车，这边台车。啊，可恶，不是跑车，是跑车啊，是白色麦拉伦。这台还在哦，我也在改掉了。这模式有个技能很特别，我记得好像是 A124 吧？有镰刀，碎啦 ！A124 连他的那个技能是以前的技能，不是新的技能，我记得是这样。等一下，我刚好看到一个呼吸器，对，剩三个敌人，奇怪，这场玩家是不是比较保守啊？我开车开成这样，通常应该是会有人打我啊。油炮也不一定会出啊，我先讲一下，他那个打赢 BOSS 有机会出 M249X， 然后狙击枪，让我看一下是什么，这个好了，西罗屏障。我在讲他会出的枪，大致上就狙击啊，然后 M249 流炮、NGL140 这些是有可能出的，大致上是这几把。然后还有其他枪的话，你没有拿到，你没跟我讲。这边有僵尸也有 BOSS 也可以跳这里哦。这边两只好，这个区域大家记一下，我现在都在记哪边会有那个僵尸网，这个地方可以跳。除了我刚刚讲的飞机场以外，这边至少两只就有几率开到 M79 了。我看看。有没有敌人？没敌人的话我还收掉他们，看有没有流炮。那流炮出的几率也是看运气啊，有时候也不一定有。有，给你们看镰刀，伤害超高，2200。好看哦，砍到他，砍到大概头两下吧。如果没砍到头，大概有流，有那个手冲，有没有手冲？一下，两下，对不对？两下，这个是 SVDY。这不用捡了，我已经有了。好的，这就是跟大家讲如何拿到神武啊。你降落拿到流炮，基本上稳稳的啊。然后小心点，不要炸死自己。我有试过印尼不炸到自己的，我跳车，然后跟敌人靠太近，敌人没死。然后我第二发下去，我就跟他一起同归于尽了。这边好多僵尸网，我刚刚又看到一只这是僵尸网吗？撞他，可不可以连撞？可以连撞可是这样有可能会被敌人暗杀。不要砍我的车。OK， 基本上砍到头两下，超舒服啊！武士刀砍多下，所以我预估他的血量应该是5000滴，大概5000滴。要装什么？枪支强化，而且他好像随着时间推移，他僵尸变强。不是我看到爆炸，等一下，这有敌人。你看有没有枪点？前面有凝胶，右边有凝胶，应该有敌人。僵尸跑进屋子里面了。等一下，应该有人，有人，死了吗？吃鸡了，哇哩嘞，最后一只哦，哈哈，好吧，这就是降落拿到神武啊的攻略了。好，欢迎大家留言，你们觉得你想要拿什么枪啊？我是觉得 M79 是最实用的啊，这个模式 M79 真的很变态。我之前遇到一个杀，就是遇到一个杀一个，只是说有可能会炸到自己。
然后技能不过你自己选你们喜欢的技能，它随时会升级嘛。下面有个紫色条，经验值满以后你就会升级，你就可以选一个技能。好，主要这集呢，快速跟大家分享这个《僵尸围城 2.0》啊，然后台服慢了印尼服三天啊，不过总之还是推出了，大家还是可以玩一些新模式。那也欢迎大家留言呢，你们有在这地图中还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武器啊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然后 BOSS 的部分也欢迎大家留言，你们在哪个区块有看到我刚刚讲的僵尸王啊，然后分享一下，那我之后跳那个地方可以直接去有机会拿到流炮。那我们今天游戏王这边，如果大家喜欢哪天影片，可以帮喜欢指定我的来通知一张，后面有继续分享 FIFA 攻略的情报。你觉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哪一频道，最后推荐 IG 粉丝团，搜寻我播客那就可以找我了。也谢谢你们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